Welcome to Interesting， 我是你们的大洋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所有人都离不开水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全世界每90秒就有一名儿童死于缺水，而全球现在已经有超过22亿人口无法保证安全的饮水环境，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。而在国外出现了一个名为 WaterSeer 的项目，可以有助于缓解目前这种状况。 WaterSeer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，用它每天可以产生约37升饮用水，是其他同类取水设备的10倍。基本上由 WaterSeer 组成的群组能够为干旱地区的小社区提供一整天的用水量。它从空气中采集水分，工作原理是利用温差使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，使用时将金属支撑埋入地下约6英尺的地方，深处的土壤会使金属冷却，上部金属就可以凝结空气中的水蒸气了。 WaterSeer 最大的亮点就是使用了非常独特的冷却系统，因此能够一天24小时不间断转。和地下水采集设备相比， WaterSeer 的维护成本很低，同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技能，普通居民只要稍加培训就可以进行操作。而这种特性非常适合经济欠发达或者比较落后的地区。目前该产品还处于众筹阶段，众筹价格为134美金，或许没有很大的科技含量，但是这种设计的初衷就非常有意义，还是很值得支持的。欢迎走进 Interesting， 好吃好玩有趣多余的东西我们这里通通都有，没钱急事啦，快上车。